家好，又是我向后靠，今天要玩的是 Monster Hunter Wild Sunbreak。 那 Monster Hunter Wild Sunbreak 就在6月30日推出的，发售平台 Switch 和 Steam。 那我自己因为帮菜为了玩帮亨所以才买 Switch 啦，所以就继续玩 Switch 版的。那不讲那么多了，马上开始先啦。好，向后靠， Go Go Go。我 HR108咋我都知道。下载完成的新增内容，有好多送咗好多嘢啦，好多最佳外观。啊，有好多嘢。係囉，全部都係新壁发售纪念未来之国王啲补给品，仲有啲。交易窗口啊，龙替尼呢就收到一封嚟自故乡王国的信，令他很在意，就在火神村的门口打听一下啦。 OK OK OK， 喂，事态不妙啊，你有什么说啊，八婆？喂，我在等你回来啊，我收到一封很令人在意的信啊，这封信是来自我的故乡国王啊，而你身为守护这个村庄的猎人，我都很想告知你这项消息。竟然是我的捏赞啊，他的国王担任的骑士，他是每天都面对魔物的威胁。捏赞呢就提到栖息在国王周遭的魔物势力范围急速扩大，正逐渐跨过海洋逼近神火村。捏赞为了平息这个状况呢，就迅速组成了调查队前往应对啦。关于这件事我都通知了村长，希望调查队可以在村庄蒙受伤害之前呢阻止这件事发生。一流的猎人又在事件发生之前已经解决事件了。想总之先找傅言大人先，关于这件事我希望呢你可以参与讨论的。好靠，我等了你好久了。呢件事咧，我希望你可以协助嘅。阿魏太，交俾你说明啊。哀土，你应该从呢个龙替尼大人听讲过啦嘛，系嘛？信中提及嘅魔物盆地咧，就喺度扩大紧，睇嚟情况就比想象中仲要严重啊。先前我哋收到阿大明蟹喺大社遗迹大闹嘅报告，但系呢一带咧就唔应该有嗰只魔物出现嘅。咩？哪里？已经迟了一步了，我缩吉顿啊！没想过在祖国发生的骚动，竟然在神火村陷入危机啊！真系不知道怎样表达协议好啊！龙梯尼大人，你不需要自责嘅，冇人会估到咧，魔物会突然间扩大佢哋嘅地盘范围啊！魔物的行动成日都超乎常人理解嘅。咁亦都系我哋点解当初面对白龙夜行嗰阵咧，成日都处于被动。诶，无论点啊，向后靠，请你去大社遗迹调查一下啦。你已经可以喺水银站嗰度承接任务噶啦。阿魏太，都麻烦你率领分部队咧展开调查啦。至于龙替尼大人，好鬼难度啊，龙替尼，你就继续喺度等调查队联络啦。你等啊，坐埋一边等啊你。要找阿水艺站，要在集会所找阿水艺站，我有很多嘢讲喎，睇下先。呢条有乜水啊？有咩揾我啊？有咩嘢揾我？喂，点啊？同只狗习唔习惯？我有啲嘢要俾你。喺呢个道具袋，呢、這个就系采集标记，有咩用？当道具袋超出上限嘅时候，多出嚟嘅道具就可以摆喺个道具袋度嘅。OK OK。而且佢嘅同猎犬道具唔同嘅，唔使装备嘅，好简单嘅。哦，可以而家啲道具太多，摆只狗度，好似只马咁咯，只狗就好似啲马鞍袋咁样咯，又或者电单车。咩跟住落嚟要采集标记嘅命令啦，你可以喺迷你地图度显示出原野里面嘅道具同埋环境生物嘅位置嘅。或者只狗会自动波纹定点啊？再试啦，咩命令之后佢就会，即係佢会帮我采集啊。咁样嚟啊，之后只狗呢有唔同嘅方面都要協助你狩猎啦。之后再话俾我听你嘅感想啦，好期待你嘅精彩表现啊。好，咩有我嘅信
信啊，应该系嗰啲多咗好多嘢可以 download 嘅，咁啊睇住啊，唔睇住啊，去揾阿水艺匠先。阿水艺匠之前都讲过，火牙同水艺，我系中意水艺匠，你真是廿倍的算呢。国际惊哟，香口胶似乎发生咗好糟糕嘅、好廿倍嘅情况啊！大明蟹出现喺村庄嘅领地，呢个话系前所未有嘅事件啊！大明蟹系盾蟹嘅成体，防御力坚固如盾啊，又会以巨大嘅唔识毒攻击。我相信只要有你喺度，就无需要担心嘅。而且今次同白龙嘢系唔同，系从来未有过嘅前例状况啊！请你多加小心啦吓，次次都系前史无前例嘅，次次都系啊，紧急任务咁啊！呢个划破寂静者，狩猎一只大明蟹，好。咁啊，食下嘢先啦，好耐冇食嘢。佢会有新嘅过场动画，不过应该冇噶啦，我相信。咩好事？好事花生麻薯都催眠大夫，新嘅咩嚟噶？新嘅团子，呢啲全部都系新爆炸，冇乜用咯，好似就。粗暴抖抖大腹，呢啲比用枪嗰啲嘅咯，对我嚟讲冇乜用。啲飞檐走壁嗰啲，不知机呢个有用啦，系嘛？防御力大，需唔需要超级防御力大喎？超级防御力啦，心想事成系咩嚟？我冇咩，即系强化咗啲团子啫。好，点餐？都系一样过场动画，不过好耐冇睇过，睇下先。穿穿穿穿穿。道道团子就已经完成啦。好，食饱先上路。好味，好味，好味，好味。不过防御力大系冇发动到嘅 ，OK。好 ，Go Go Go！ 阴湿之地，夜曲奏起。咦？喵！忽见夫骸，大吃一惊。呢只系蟹嚟嘅，你咩啊？喵！人若区区枯死骨，又何惧之有？哦，好，只猫冇事啊嘛。见此妖怪骷髅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吓到晕咗，走啊，走啊！如此无礼之举，将招大名动气啊！咚咚，独角的巨盾大明蟹，好，佢今次唔系即系啱啱出 Monster Hunter Rise 嘅时候，全部都系单机任务，佢而家又唔系，佢一开始就已经系俾你喺集会区域度开，咦？需要用到咩啊？打消果实，好，一个人应该够抽嘅，我相信你啊 ，Go Go Go！ 喺边啊？只大明蟹喺六区，好，之前都讲过噶啦 ，Monster One Y 啫。我对我依啲老痴嚟讲咧，我系好唔中意个地图，冇得自己嗰个箭嘴永远向上。佢 Monster Hunter World 系有噶嘛，所以搞到我成 Q 啊荡失路咯。我有冇行错路啊？而家应该冇事。好多 game 都系噶，好多 game 都系你可以 set 到自己个嗰个地图嗰个箭嘴系永远自己向上噶嘛，而家就唔系，所以又成日荡鬼失路。好，喺前面啊只大明蟹，我都系叫做大闸蟹啫啊，嚟啊大闸蟹，搞到喂，红色长虫啊，
我攞条红色长虫玩下先。其实睇下先咩变幻长虫红，系我未 set 嗰啲咩啦，嗰、那个咩更换技。嚟啊！加斯啦，大明蟹边度弱点啊吓？哇！变哦，黐孖筋喎，都几快喎啲动作都。咩不知饥饿消失咗效果？个不知饥饿咁快完，因为好我 miss。我佢会喷水嘅，唔怪之要打消啦。哇！佢不知饥饿嗰个废嗰个技能，一开始出一阵嘅吓，怼你把口屈得，可以咁样怼你把口。刺马人好痛，哇！走先快，我啲回复药，即刻饮回复药先。哇！行得呢只嘢细细只，个移动速度几快喎、啊？诶、欸，阿图哈多，图哈多帮我整咗个，佢啊受身。哇哇，识得潜嘅水又系，哇！我俾佢夹住咗黐孖筋，冇搞过啊！哇，佢钳我黐线，我俾佢钳到出嚟，我见到，啊！哇，黐孖筋！鬼只嘢细细只，估唔到都几快速度。蟹唔系通常净可以大扑街先。蟹咪通常就可以打横行嘅啫咩喂？哇！又想喷水啊佢，系嘛？喺度呕晒白泡，一屎啊！又潜水，嘟嘟嘟嘟，喂，咁快转区？诶、欸，祖物狗，诶、欸、行，我只狗叫祖物狗。哇，睇到佢，哇，移动紧嘅时候，我地下都会有啲痕迹喺度。好 ，go go go go， 太耐冇玩望下，啲反应都好慢，讲真。Ikimasu， 跟到，诶，长虫长虫长虫，攞翻条长虫先。啊！请我食大闸蟹啊，计大！总之除咗呢个壳之外，都算系弱点啦，系嘛？哇！佢搲落嚟我都扣血噶，所以我好咗我条虫系吸血，可以即刻帮佢喺身上吸翻啲血啫。哇！又想勾白袍，黐线咁都中佢嗰招白袍，呢个水柱范围都几大。哇！佢竟然用佢只用佢个钳嚟做头，啱啱咁醒嘅。诶、欸，打你后脚，一屎啦！你而家咁样系惯低咗定咩啊？成惯低咗啦！食翻粒打消先。哇！黐线，佢明明系佢只。保护佢前面啫嘛，点会成身都硬晒啊？即系嗰个台，理论上应该侧边都仲系弱点啊，竟然系一用哇一用嗰个盾啊，即系成只都硬扳扳啊 ！miss 惨住，又嚟又中盾，好打你后脚关节位弱点，哇！那呢个 ikimasu。大扑街先，唔理咁多。哇！黐孖痛捻到癫。好。哇！我系屎忽夹我，你老板。又潜水，大扑街。OK。干龙。
哇！打橫行，睇下先，要食肉啦。 哇！好撚硬啊！哇！打你臭口啊！打你把臭口，死！伊基莫斯毒爆你！哇！想嘔白袍啊佢！死！哇！哇！嘔白袍！ 不过就系真系向前呕嘅个白宝，哇！边个咁快仔帮我破坏啊破坏？咦啊！有用盾你贱人，我想磨刀，睇下对佢惯低咗定咩啊？干龙啊！哇！好硬啊！ 眼到癫啊！哇，走开先，喂，草物狗过嚟，我要磨刀，哇，佢都转区，好啦，好回血先，诶，有浸下啲回血路，去咗边啊？仲未骑到龙啊？啊，嗰啲叫粗龙。 你可以操到条龙，好，压死啦！有用盾，明明呢只，明明只大闸蟹即系过嚟居住都要俾人打，阴公都话猎人先系最可恶，佢真系扩大个，因为某啲原因想扩大个栖息地都唔得。 想千曬下都唔俾，哇！黐孖筋，好撚痛，扣一哇哇哇哇想嘔佢係嘛？即係飲翻支應急嘅先，喂唔好過嚟啊！大你唔使大仆街，哇！黐孖筋，不好料被找住秒，咁你救我啦！就喺度同我講話，我俾人捉住咗，你救我先得㗎，喂！ 俾我即刻受身，好咗有条，好咗有条长虫。如果唔系又中佢嗰下，哇好鬼痛啊！佢捉完你之后抌你抌走，你再一嘢跳埋，嗰下痛到癫，哇痛啊！有，大仆街！ 哇！又俾捉咗啊！黐孖筋，喂，唔好再夹我啦，好冻啊！喂，哇，即刻瘦身先，唔系讲笑。哇，争啲中，抵啊，瞓低啊，喺度呕晒白，好破位破坏，好。 干龙，哇，痛！喂，咩事？哇，黐孖筋！系咧，系个增强防御力嘅蝴蝶。 哇！我要屎忽吉我，哇！大仆街，咩？开始攰啦，只波马，再先大好机会啊！诶，粗龙，好，其他龙喺边啊？ 粗鸟揾只骚鸟好唔好啊？只骚鸟去绿区，好，行呢边应该，好，行埋先，行埋先。只粗鸟，粗鸟啊，唔系骚鸟，唔系，喂，想唔想到去？好似上唔到去啊嘛，爬唔到上去啊你，唔得，大镬啦！
冇乜时间。喂，其他魔物喺边啊？要揾魔物嘅时候揾唔到。我行应该行呢边，大镬！不过冇时间，仲有一半时间，快啲行，快啲！大闸蟹，同我行快啲，应该咁样上先得。哇，冇乜时间，大镬！不如行错路。只苏鸟喺边啊？在上面啊！唉，不够，唉，不够时间啊！唉，大镬！唉，直接冚埋苏鸟度算啦。重攻击一下先。嗯啊！再你好，好冚埋苏鸟度。哎，粗嘢苏鸟，好彩仲讲一次。嚟啊！行きます！收了！好，再重攻击多下先，必杀技！成功です！部位破坏，嗯啊！你瞓低咗，太好啦！再嚟多一光龙，虚弱不少。哇哇！诶，捉得啦哇！哇！咩大明蟹嘅重壳，啲苏鸟嘅喉咙，仲有冇掉落物未执啊？执埋啲掉落物捉佢哋。哇！大仆街！哇！黐孖筋啊！俾捉咗嘢，起身啊！我想执掉落物啫。哇！即刻守身先啦、啊，大仆街！哇！黐孖筋痛到啲，补翻佢先。苏鸟嘅掉落物，喂，你都就死啦！好冷静少少啦。咩？哇！大仆街，争啲唔够气，大仆街。哇！佢临尾都一就死都仲咁。咁活跃嘅啊！有冇掉落物？诶，有啦有啦，大明蟹重壳，唉，捉鸠咗你先。喂，冷静少少。过嚟啊！过嚟啊！行前都补啦，喂！喂！低能，你唔会整活？行过嚟啦，行过嚟中陷阱啦喂！黐孖筋，唔知要做乜嘢？我喺呢度啊，行过嚟啊！哎，得，哎，搞掂。任务完成。大闸蟹，拉攞你翻去村庄分俾人食，呢度都唔知食到几多，喂饱几多人咧呢度嘅嘢。都任务完成，佢有过场动画睇喎。运送紧只大闸蟹，拎翻去食可以正，可以大餐。诶？喂，阿师傅。哦，哇 ！OK， 爱徒啊。魔
连打低咗佢啦。不愧系神火村引以为傲嘅强者啊！咁你又做过啲乜嘢啊，强者师傅？点啊？我系唔识讲嘢。呢个伤痕相当奇怪，同手令嘅都唔一样。呢只应该系我只猫头鹰。哇，咩事？哇，嗯啊！呢只系散鸟。哇，咩事啊？难打，难打。待て危险啊！抵抵啊！佢唔系打冲击过嚟嗰个，系打阿师傅抵啊！先用闪光弹俾村民避难先啊！嘿耶！又有人救啊，师傅！会唔会咁弱啊？边位啊？好弱啊，师傅！交俾我啦，你哋去救出伙伴啦！大家即刻走，真系阿师傅弱到癫啊！师傅真系。嗱，我先系最醒呢个时候先抌闪光弹，头先个师傅唔知捉揸住个闪光弹做乜，救住有人救，话咩事？魔术 magic 抌个闪光弹唔见咗，冇受伤啊？手皮啊，师傅笑乜嘢？尴尬笑嘅话，俾你救咗。好，睇下先，有咩报酬？大明蟹嘅重壳、干爪，冚唪唥都干爪，太多脚啦，见龙骨。OK。咩顶级黑珍珠？又系干爪，佢执咗啲屎，我只猫都去执屎。啊！我只随从啊！我只因为我只狗攞啊，只干爪系哦，打15分钟。国王嘅委托书获得咗勋章。冇谂过除咗大明蟹之外，仲会出现其他魔物嘅。好多谢你嘅出手相助，你就系、是。萨尼龙大人的呢盏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的名字叫做菲欧莉莉啊，菲欧莉莉啊，是国王的骑士啊，本次负责率领调查队，所以就赶过来的。呢盏国王地区的魔物呢，向外侵略的速度远远超越我的预想。咁突然的急速咁样扩大地盘，原因果然是那个大窿窿是吧？成你所言，不愧是村长大人。乡口靠，关于这件事大多数的村民都不知情的。50年前呢，离神火村远处啊，菲欧利尼大人的祖国呢，面向的沿岸处出现了一个大窿窿。那里是比较接近王国的，所以是王国的管辖范围。而我们在王国的正中央有一个和那个窿几乎相同的窿。咩啊？个传送门嚟，将啲魔物传送过嚟会。喺几百年前，突然间出现咗一只名为银雀龙嘅古龙，令到王国一度濒临亡国。而王国里面嘅窿咧，就系当初佢用嚟作为巢穴嘅地方。但系到咗50年前，有人喺沿岸嘅大窿窿形成嗰瞬间，确认到银雀龙嘅身影，但系唔知点解大窿就冇成为佢嘅巢穴。
自从嗰次之后咧，阿银雀龙就长期唔知道去咗边啊。于是我哋嘅王国骑士就每日喺大窿度，喺嗰个残破嘅堡垒一直调查监视你哋，揾咗50年都仲未揾到嗰啲嘢。观察据点艾尔卡多，虽然呢个要塞目前仲喺度重建当中，不过个名好响亮，系咪？呢个就系我哋骑士嘅据点，亦都系战场嘅最前线。关于今次的异变，王国的方面推测是银雀龙再次接近大咕窿而造成的影响，是不是？个窿还未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没办法，因此就没办法断言。但是调查队目前正以该据点为中心，并根据这个推测展开搜索。我等骑士的咩完啊？永远唔记得咗点度，就算是打到选及王国的荣誉的家伙，如果他再次出现，即使有牺牲此命，我们都要打低他。即使牺牲此命吗？他口交啊，怎么样？你想我牺牲我条命？我有个任务交给你，击退了风神龙和女神龙的烈火，就是协助菲欧莉莉大人和王国打破这个局面。王国的魔物如果再次这样扩大地盘，不单止这一带，各地的生态系统都会崩溃。白龙夜行是算是这个村庄的灾祸，但是那个大窿呢影响到所有人的地区。香口靠大人要来国王，每样东西比这样东西更加振奋人心。身为骑士，我在这里对村长大人的判断和你的协助致以敬意和谢意。我是冇，我未答话应唔应承嘅，我系冇得冇权选择去唔去嘅。啊，睇嚟神火村嘅烈火对于国王亦都系个希望嘅灯火。不过希望你同呢盏都唔好太过勉强自己啦。咁啊，你准备好嘅同我讲一声，我带你逛下一下呢个据点艾尔卡多啦。真系不可思议啊！同样系50年前嘅，当我哋因为白龙夜行而受苦嘅时候，王国都蒙受灾祸肆虐啊！嗰个时候，我哋为咗守护各自重要嘅嘢，都系拼死奋斗。而家就合作，两口靠，因为咁，所以我哋先将希望寄托于你。你成班人啦，又系乜柒都唔使做，喺文化完全唔同嘅地方狩猎，或者会令你有不知所措嘅时候嘅。但系啲经验肯定会对你有大有助益嘅。去啦，香口靠！去到王国之后，气势如虹咁话俾大家听，神火村嘅猎人就喺呢一度。冲出去尘啊！你心谂你笔水啊，人哋啫嘛，系嘛？因为而家咩就出发噶啦，咁啊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咁啊下条片先出发就去呢个王国啦，咁啊今日就系打咗呢个大闸蟹、大明蟹，咁啊唔算话特别难打啦，但系佢啲动作几快嘅，细细只系咯。啊，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咁之后先继续玩 Monster Hunter White Sunblack 嘅内容啦。好啊，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。我系香口靠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